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三十二面，三十二面倒算第五行啊，倒算第五行。凡夫待业往生同居土，以亲闻佛训故，无退转故，寿命无量故，故必有此一生，完断诸业，完净四土，故生同居，也即生上三土，故曰完净四土。这段文总结头前咱学习的四种净土，这四种净土的内面，无比殊胜的，就是同居土。那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这是第一个殊胜，就是在这个十方世界无量诸佛所说的一切法门。耶路世界的动机也是第一殊胜。咱若无把这件代志认识清楚、认识明白，对于亲信切观啊，总会有欠缺的一个感触，唯有懂得明了了后，亲心切愿就圆满了，圆满的信愿，就亲像熬夜大师所讲的，必定往生。啊，往生到同居土咯，究竟殊胜伫倒位呢？这小段甲咱讲清楚咯。一个凡夫待业，哎，知影咱是凡夫啊，咱毋是圣人啊，不但大乘无分，小乘也无分啊！啊，小小乘，那么做未到，所以对这个所在，咱啊深深感触到，也无比的惭愧啊！学佛安怎学？第一爱持戒啊！啊，无世界就无君啊，啊，所以在家学佛三个君，出家学佛四个君。第二爱修行，啊，真修行啊，你才有成就。真修行，咱啊待业
求往生，迄就是爱发愿啊念佛。心愿行三个条件，你总得爱苦足啊。真正有愿，这愿安怎生呢？知影这个世界苦啊，苦不堪言啊，知影苦啊。咱啊，这愿意脱离这个世界啊，这个、世界诱惑的物件太多了。在这名是谁？我有六尘的诱惑，知影苦，就未受诱惑咯。啊，咱若想到这个世间在享受，家己啊，一定是爱想看卖付出偌济代价呢？有代无？唔得啦，就是讲伫这个世间做国王咯。世间人所讲呀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你会当享受几年呢？大概啊，历代帝王来对享受最长的。无垢空虚啊！空虚做了六十一年皇帝，乾隆唔敢超过伊个阿公，所以做六十年，把王位让予伊后生，家己做了四年的太上皇，也就去咯。所以你想看嘛，伊会当享偌久呢？福报享完了后，要去倒位呢？会当出六道轮回啊！既然未当出六道轮回，那就可想而知咯，伊一代不如一代啊！咱讲啊，一世不如一世啊，这是事实啊。这都是你付出的代价啊！修偌济世福报，才会当做一摆帝王。一摆享尽咯，佫得爱轮到偌济世。你何必呢？这是咱爱该看清楚、看明白的。然后，那世间帝王啊，无办法来诱惑咱啊。大梵天王、摩诃修罗天王。也未当诱惑一个修行人，修行人觉悟了，明白了，世间无量劫，不过是一旦几年尔。也是把方向目标决定回归自性啊，回归大圆满，自性是大圆满，世尊在华严内面跟咱讲的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！咱爱把这个找回来，这是本有的啊！
本友一定是找会回来。玉道甲十法界本来是无呀，这是啊一场恶梦啊，恶梦啊，一定会精神啊，精神都无咯。啊，咱相信真正精神啊，心也会惊啊。六道苦，十法界苦，这做一场恶梦啊。所以精神过来是无容易啊，真正是清醒咯。那咱啊，真正好运啊，真无容易啊！听到佛菩萨的教诲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不需要断惑就会正真。这个真是稀有难寻之法啦，记录的动机，伊是净土，伊毋是秽土。所以到甲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也就会得到三个好处。这三个好处无物论弊啊。第一个好处，亲闻佛说法，这是无容易遇到的。啊，听什么佛说法呢？甲注意讲，到极乐世界听无心佛说法。伫西方极乐世界，三心即是一心，一心即是三心。啊，咱伫即个世间。就讲是甲释迦牟尼佛生伫同一个时代，有缘看到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啊。你啊，亲身啊，听到发心啊，不信佛给你说法，哪会讲未开我道理呢？第二，不退转。好，西方极乐世界就会完整三不退啊。所以佛跟人讲，凡圣啊，当基础，下品往生。嘛是做阿维瓦地菩萨啦，这偌难得的啊！啊，咱伫这世间袂当成就，原因伫倒位呢？进步太少啦，退步啊就太多咯，真正是进一步退十步啊！所以无容易成就。第三，寿命无量。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正的无量寿啊，不是一个有量的无量寿啊，是真正的无量寿。
所以必定在这个一生当中，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当中完断诸业，完满的断见诸业、尘沙业、无明业，也都是华严经上讲的执着、分别、妄想，拢断了，完整疏透，完满证到清净疏透。一即是数，数即是一，所以生动机就是啊，生上三土，同时生上三土，完成四土啊。这是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啊，咱果然有这个认识，有这种认知，哪会袂向往呢？这一生当中是毋是会得到？会啊，肯定会得到的。问题就是讲，你是毋是愿意？这个是毋是愿意啊？就是讲，你是毋是真正认知啊？真认知了后啊，这个世间你才会当真正放下。这个世间若要放袂落，换一句话讲，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你是模糊啊，无清楚啊。真正啊，认识清楚，也有甚物人讲呢？肯定成就。什么都放下了，放下了后，咱现在工作都叫讲到啊，第一个爱把根本基础打好，是会滚啊。感应篇地主归集善业三昧如意世界啊，有这个基础，认真做，无真正做是袂用的啊。真正做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第三个诵经啊，这是大乘啊。大乘最后一句话讲：幻尽行者。是啊，你看《净业三号》已经十一句，头前十句啊，拢嘛是自利，尾后一句是利他，家己成就咯，一定要帮助别人。就是诸行化他，以后的职愿，那是你完全进入境界咯。深信因果，托上大行，观进行者，你都爱呀帮助天下的修行人。不必开悟，了解事实真相，甲家己同款的发愿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这就甲西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修行一条路啊，一个方向啊，一条大道，
那会未成功的道理呢？阁刷看下面这段，由出土修行难，体验多过啊，处处障碍，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都是帮助你体转啊，也都是真正最下只的诱惑啊。你若是未堪你诱惑，你就退转了。想诱惑你呢？魔的诱惑你啊！完全这组拢是魔啊！你这个世间生生世世亏欠人的太多了，因未去颠倒。因来不服，因要输出，欠命爱害伊命，欠债爱害伊钱，无害伊心不甘情不愿啊，总是会找你麻烦。何况后面要有大魔王。做因的挖苦啊！啊，咱嘛是未甲太深，未太重咯。诸佛菩萨想要帮忙啊，帮未着啊。唔是佛菩萨无要甲你帮忙，帮未着。安怎是帮未着？唔相信啊，唔听话啊。未当忍受诱惑，好了，你就退转咯。果修道者多如牛魔，得道者笑如灵觉啊。为什么退转呢？道理啊，地即地啊。今仔日这个时间，你六根所接触呀，你细心去观察一下，啊，多一项不是明文利用的诱惑呢？不是在些明之罪的诱惑呢？哎呀！敢会当忍受呢？敢会当会堪你考验呢？所以替转人真多，这是正常现象。真正未替转呢，只有两种人。一种是起起生中，生生世世修行，善根深厚；一种人未替转，另外一种人就是经教的分析，虽然俗世善根无够。但是这一生的缘殊胜啊，一天都未离开经教啊，这种分析也有基础啊。基础是什么呢？基础就是军队好啊。四个军真正是定落去咯，行愿真啊，
啊，菩提心，伊向专念认做啊。有这个基础，逐天无离开经教，自行就是啊，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啊。经教的学习，一定爱遵守老规矩、老办法。中国自古至今，也无看到一个离开老办法成就的，无看到啊。老办法是阿难尊者留下来啊，阿难尊者结集经中，伊也上台去讲经，伊安怎讲呢？佛讲啊，无家己的意思啊。在讲台顶加着家己的意思，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家己的意思对对来，对心意识来啊。好啦，伊老大人啊，当年在世时阵，经教伊讲的物件对对来，自行流露出来啊。你也袂当啊，转世圣地啊。你也是对阿赖耶识内面流露出来，自性流露是真心的流露，阿赖耶流露是妄心的流露。啊，用妄心你哪会当成就呢？所以佛家世世代代讲经，拢守着这个老规矩啊，自性流露啊，咱无见性要安怎呢？无见性照老祖宗的方式啊来讲啊，卖掺杂着家己意思的来对啊，都是学修做。拢是安尼成就的啊，就是伫近代啊，拢无例外。我会记得，我是1977年，好一摆接受香港同修的邀请，圣怀法师去年往生的啊。邀请我去香港啊，讲《楞严经》，我伫香港拄着严培法师，严培法师迄个时阵是大法师啊，出名了。香港的四众同修坐一顶巴士，带伊来香港参观旅游，拄好我伫香港的讲经，也就邀请我咯。我甲员工啊，也嘛是真熟，员工啊就甲我讲到佛学院啊，伊讲佛学院啊袂当出人才啊。伊就记着我，伊讲你今仔日伫遮咧讲经，你也毋是佛学院出身的啊？无错，阮拢是讲即个小组啊，出身的啊。阮伫台中，李老师开一个经学班，招20多个同学教讲经，安怎讲法呢？讲小组啊。
迄个时阵相当的艰难啦、啊，无录音、录像，遐设备拢无啊。靠什么呢？靠笔记啊！笔记，啥人有能力，甲老师讲的物件全部拢记起来，无这能力啊！那就同学个互相帮忙啊。老师讲这部经，甲恁讲啊，啊恁同学每一个人拢记笔记，但是呢，伊个方法。拜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坐在老师对面，等于讲其他人拢是旁听，加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学了以后，下礼拜啊，伊上台啊，讲予大家听。每当有家己的意见，伊记袂掉啊，同学帮忙啊，每只同学所记的拢总交予伊啊，伊摕回去了后再去整理，甲伊写做一篇啊完整的讲稿。每一篇讲稿写完了后，爱伫班里去讲一遍，老师嘛来听。也讲一遍的当中，有修正，有补充，然后伊再阁写第二遍的讲句。第二遍讲句也是爱上台啊，甲同学做一摆复讲，大家啊肯定咯，会用力咯。第三摆上台啊，对信徒因讲啊。一礼拜讲一摆，一小时啊！哎呀，用一礼拜时间呢？这个办法是真缓慢啦，但是非常有效啊！呀，一小时的讲古。哎呀，八千里啊，每礼拜爱写八千里的功课，实际上伊较无两小时，伊是一点半钟，一点半钟一个讲普通话，一个讲闽南话，那就是翻译啊，其实是同款一个功课啊，两个人上台去讲。实际上呢，讲经的时间是45分钟，八千里的讲稿啊。真不容易啊，苦学出来啊。学讲经呢，大概一部经，老师啊规定至少袂当啊减过3摆，俗加呢袂当加过10摆。十拜就是啊，两个月，一礼拜一拜，三拜啊，都是三礼拜啊，真正有效果啊！学钢筋啊，迄个时阵，确实亲像李老师所讲，食饭唔知饭的味啊，困啊困袂好势，啊，这个月呢？这个外个时间啊，全心全力拢伫咧经商。这叫做科学啊。所以讲经基本的条件，第一个，理解力爱强啊，记忆力也爱强。无这两个条件，无办法讲经啊！听经的学生啊，真多啊，
讲经也是对听经的学生内面传播出来。伊有这两个条件：听经会当理解、记会条。无这两个条件，就无办法通学讲经咯。我参加这个班，在这班里面学习，非常有受用。我还没轮到老师叫我叫讲经啊，也就是讲啊，我也无资格坐在老师的对面，那是要上台去讲的。我是伫后座，伫后面旁听。啊，我的班级啊，拄拄啊好都是这两项重视。我理解，我记忆啊真强。我听老师一小时的这个讲演，那叫我上台去复讲。我至少会当讲到55分，我有这个能力，所以阮迄班那些同学，我对因的帮助就真大咯。因若闹到未记的时阵，拢来找我，所以我真侪摆啊，甲这个同学讲过。我有讲经的时阵，都、就是一句偈啊，还一部经。我伫台中带15句偈啊，一年3句偈，我有13部经。这13部经我拢会讲。我伫边啊咧听，我听会响哩咯。因为老师。教学这个顺序呢，你 是按先后，我是最后加入迄个班，所以我会排名排伫最后，无轮到我就离开咯。迄个时出家严行释咯，所以一个出家我就加佛学院。我学了13部经，会讲13部经，啊就加佛学院。我讲啊，真辛苦啊，非常受用啊。无对这个方法来学啊，啊，伫这个佛门啊，叫做啊科班出身呢，都、就是啊完全依照规矩来学，无依照规矩学呀、啊，非常困难啊。讲老师的物件，讲别人的物件。所以我这摆第11遍讲无量寿经，我猜出讲老师的物件，无家己的物件，言语呀，经是下年纪老技师汇集的，下落是什么人呢？连做老技师知影，无讲，无讲好啊！拢是佛菩萨再来啊，毋是再来人，这代志做袂出来啊！你看宋朝的王良书作家，清朝魏灭亲作家，皮泽清也有气作家，拢无完满啦，拢有缺陷。到这个是第3摆咯。下落重新啊来回集，用了这时间呢10年啊，
无容易啊。这是甲咱做示范啊，甲咱做榜样啊。谦卑以心啊，啊，黄连老平生老师的交代啊，甲这部经做一个注解。黄连祖老居士亲身啊听夏老讲啊《无量寿经》。收集经论古代的著述论述，总共193种。引证呀，这是菩萨再来啊，不是凡夫啊。因出现伫这世间，唯一的使命就是完成这个工作。这部经解的普渡，包括以后啊9000年的众生，同归极乐啊。这言偌殊胜呀！我伫台中住10年，听过你老师，这个言也是无比的稀有啊！拄到这个法门，都是这部经解。我拄到也无拄到念作老居士这个注解，我拄到是你老师的秘注。我用伊的秘注讲了3-4遍，才拄到老居士拄到这注解一本。啊，这摆完全是讲注解，尊重古代的所讲的“说理不足，心理何故啊”，无家己物件，应是佛讲的，解是菩萨讲的。学古代的谦卑啊，恭敬啊，咱的修行道就容易咯，就不是难行道咯。咱啊，去看下面，极乐成佛院，母体转故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要往生？就是为了这个，不出西方极乐世界，修行太难了。西方世界啊，一切诸佛如来。龙爱笑行林修行人啊，求生净土啊，
就喝落来无舒心吗？无伊家己，拢是想要帮助别人成就啊！多一个所在，严书生就介绍伊去迄地。念念想着众生得度，念念想着众生回头啊，众生成佛，从来都无想过家己啊。经中往生净音品文，自往生者，该得阿惟越地，完净三不提啊。自往生者，即句重要。速透三杯九品，无论是多一个品位，无论是什么款的根性的众生，只要你会当往生极乐世界，当其他下下品也好啊，嘛是阿惟越地菩萨啦，该句金色三十二相，该当作佛啦。这是肯定的啊，这句话是讲反省动机土啊。为什么呢？金色心扎着理想，同其他所现的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的像是同款的，极乐幸福十方者，修在待业凡夫，一生彼国，便得阿惟越地。阿惟越地诸烦不提啊！阿惟越地是梵语啊，换作中国意思是不提转，为不提，行不提，念不提。下面讲又不提有三义，这个给咱啊解释出来咯。不提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为不提。你姓刘，姓林啊，姓刘姓林的俱乐部啊，对什么款条件呢？在咱这世间，爱断见血，你才能立姓刘啊。姓刘是修行初古，大乘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十信位内面初信位的菩萨，这的佛法叫做修修行。初古啊，要放下心见，每个执着心啊是家己，要放下别人见，对啊，无对立的念头，
未甲一切人对立，未甲一切事对立，未甲一切万物对立。这放下咯，个放下心见，就是家己的意思，无家己的意思咯。心见啊，又搁分作因相的心见，甲果相的心见。因相的心见叫做盖初见，果相的心见叫做见初见。这两大类的心见拢无咯。主要怎样？这个清净心现前呐、啊，都多现前呐、啊。清净平等觉咯，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啊，也拢全部拢放下了。为什么呢？完全以圣教的教诲，以圣教绝对无丝毫疑惑啊！一般人学佛困难。因为经典的内面啊，为家己的意思，认为讲这个无适应现代社会，这几句啊，无适合咱现在修学。一起这念头啊，那起这念头，伊就会有障碍，伊就袂当入圣流啊。一起烦恼，一起分别啦，一起执着啊。那要按怎咱来面对警告？未去分别，未去执着，那就丢了。难，非常的难呐、啊，特别是戒律。我对戒律有一点信心，将甲大师用三年时间，伊非常有智慧啊，先较方便。因为我入佛门啊，是对这个学术这条路去入的，甲彭老师学铁学。这内面啊，都严重的分别执着，彭老师迄个时阵也是有啊。伊讲佛法内面有一部分啊，就是高深的铁盒啊，也有一部分啊是迷信的宗教啊。遐个物件咱啊，应当啊放弃啊。所以伫十一宗教内面，彭老师只注重伫圣宗甲上宗，圣上两宗是铁盒啊。我受到伊个影响真深，特别是对戒律，戒律呢，是理想。生活的规范，那中国跟印度，中华无同款。中国人有中国人规范，外国啊有外国的规范。中国规范是对古早时阵儒家讲的礼啊，这是中国的规范。啊，礼咧，每一个时代佫无同款，三代礼。拢有修订，未适合现今生活的状况啊。像法律同款，伊啊，过几年啊，拢爱做一摆修订啊。
亲像古代的经理，最敬礼是三跪九叩首，迄、那个时代，现在咱最敬礼就是三鞠躬。中国甲外国无同款啊，古代甲现在也无同款，所以咱只有伊的精神，卖得有伊的这个方式。咱的心见真心吗？分别执着真正严重，张家大师知影咱这种少年人的毛病啊，袂当讲呀，讲咱袂接受啊，讲不落用啊。伊个先卡方便，我每摆也去见伊个老大人。离开的时阵，伊拢会送我到门口，送到门口，伊会甲我讲一句话，戒律真重要啊！伊就讲这句话啊，所以这句话啊，我听甲真熟了，听过几十遍啦、啊，老双生咯。我第三年啊，我第一时阵，伊老大人是65岁，伊68岁走呀。我第一年我26岁，伊迄话的时阵。是单独起一个黑化炉，我甲甘肃瓦布，到阵啊有10几个人，就伫黑化炉的边啊搭几个布棚，我伫布棚内面住3天，我穿3天的假，住3天，伫遐去好啊想看卖，我第三年啊。伊教我什么物件呢？这一个反省啊，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啊，戒律真重要。伊提醒我几十摆啊，我就认真的把佛家的戒律找出来看卖。想到一件代志咯，佛法是出世间法，咱那过去是提世间法来看出世间法，甚至还佫带一点啊批判的气味伫内底，错了。世间法佮出世间法无共款啊，世间。伊是有千流变化呀，生活规范是有修订呀。出世间是袂当修订，出世间一个修订就袂当出世间咯。我想到这点，我就接受咯，认真来学习。因为世间啊，伊无断烦恼，伊无断啊，出世间一定爱断啊。你无断袂当出啦、啊。以后才知影讲轮回安怎来？哦，轮回是啊，见思烦恼。变现出来啊。我这句话讲，是对执着啊变现出来。咱真正放下执着，咱的境界思想就无错误咯，六道就无咯。六道是咱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变现出来。
错误的看法太多了。佛陀改归纳为五大类：身见、偏见、见处见、盖处见、邪见。就五大类拢总放下，你才证殊途还果。你姓刘啊，不对还地啊，无出六道，但是安怎呢？你已经证到小乘初果，你伫这个世间，天上人间七处往返修行，你会证到阿罗汉果，你绝对未对三恶道，所以伊叫圣人啊。威啊，不退了。第二呢，行不退，都见书歇啊，复断定沙，行道众生不对修行地，这是菩萨啦。见书还到灯咯，见书还到灯咯，定有是阿罗汉啦，伊唔是阿罗汉，这是讲大乘。定中是大乘，大乘是什么款高位呢？华严经上七信位的菩萨，入圣流啊是初信位，那像小阿啊、小阿、小阿一年级啊，这是入圣流了。行不退啊是小阿啊七年级，啊七年级以上。为什么呢？伊也教化众生，伊离开六道了。六善呢，也无离开六道。六善伫倒位，就在经教啊、上讲呀，这个住三天修行，伊未落来。伫住三天，住三天内面有一种啊，叫做啊。我不还天，树上天啊，有高湛，有高湛天。从顶面呢是我不还天，是阿那含因住伫迄边咧修行呀。那本来就伫迄地直接证阿罗汉，他伫六道，本来是讲较钝一点啊。无遐尼来，伊也都要通过四空天，这个啊，迄、那个顶面要四层，伊也通过。本来就无需要通过，对第四层就直接啊，到这个星门啦，四星法界内面的星门啦、啊，伊就去遐去咯，就脱离六道轮回，伊啊要度众生。所以啊，伊未对在这个修行，修行是自顾家己，成就家己，无想到要帮助别人。所以华严经上菩萨念念不舍众生，这叫做行不退啊。第三，念不退。破无明显佛性，这就是无始无明等咯。呀，咱呢，以华严会上常常会讲到的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看较清楚，听较明白。那是非啊，绝对是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都无咯，哪会有分别执着呢？所以这三大类的烦恼，拢总啊拢断尽咯。见思烦恼、定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拢总拢断尽咯。
就是十法界无咯，超越十法界咯，伊到位去咧，够啊，伊真法界啊，做佛如来的十宝啊，庄严土，伊到遐去啊。对初祖，原到初祖，到顶甲菩萨，拢住伫迄地啊，拢住伫啊，十宝庄严土。天佛性啊，就是见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念念入入如来果海啊，如来果海都是诸性啊，也都是啊，咱净土内面所讲的上一功，念念入入上一功。这是三种不提啊，以上啊三种不提啊，了在出土修持，在咱这个世间修行，就是修行啊，修正错误行为，错误思想。叫做修啊，持是保持啊，疏断厌学啊，对这个开始啊，如宗教初古，疏断顽固，通教见地，别教初祖。原教初心，名为不退啊！这是讲总统别完自教，修行的师徒完是总教啊，总教就是修行啊。啊，因端正的功夫，师徒完定无私啊。通教的见地菩萨，别教的这个初住菩萨，原教的初心菩萨，因啊断烦恼的功夫啊，这是啊平等的啊，相等智慧无同款啊。智慧无同啊，智慧最高的是原教啊初心。啊，智慧上差的是宗教啊初古。这个咱来知影，宗教菩萨。别教十回向菩萨，原教十信为菩萨，明行不退。伊也未搁再退转为修行了，伊未退转到修行。别教啊，初地原教初祖，方明念不退啊！这个宗教内底无啊，通教内底也无啊。别教初地菩萨，端正功夫，定无原教初祖，破一片无明，正一份发心啊！这是十宝庄严土啊！哇！一句话讲，通教的佛，通教的佛在倒位啊？在十法界啊？十法界内面的佛啦、啊，无出十法界，
所以叫上司结婚啦，伊毋是真呢。伊也无转阿赖耶为台湾经帝，伊无转。原教初主，别教初地转了，转八识成四地啊，用真心，未搁再用妄心了，用真心就是念不退。别教甲原教端正的功夫啊，上顶智慧是无同款的啊，智慧德能是无同啊。但处净土法门，形性玄巧，不可思议。这是跟你讲四教啊，或者是华严经的五教。小事将顿完，因拢是讲书啊。一个阶级，一个阶级向上提升，净土不是安尼。净土咱伫个人间，烦恼一片也无断啊。甲修行啊，殊途烦恼比差真远咯，无办法比啊。但是咱呐、啊，对领导内面就会当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叫做行出。不是输出，不是啊，一步一步啊向上提升，对顶面出去，那是对边啊出去。这啊，就是这内面讲的行星，虽然是行星啊，以弯翘啊，翘去倒位呢？翘过啊。原教啊，初主别教初地，你这嘛就证到阿弥陀地菩萨了，这个啊不可思议啊！哇，往生者不再对还地，是证为不退啊！啊！伫咱这个所在，那想要证到宗教的初句，你试看卖。当这五种见识，你敢做会到？头一个会破心见慧。未过接着这个心识家己啊，确实把这个心看作跟三是同款，心绝对不是家己，未过跟一切人对立，你做会到未？真正敢会放下心见呢？家己也无主张了，一切随缘。太难了，讲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难啊。你做不到，做不到你就得不到这个位置啊。那那大乘法里面讲，初心为菩萨。哇，这么多年来，缅甸同学，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常讲，总有二三十年了。大家也更加己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。我讲真话啊，七十六字咱也放下，咱在佛法修持上在倒一个位呢？是伫个初信为个门口，无你去啊！
也咱家己认为讲真了不起咯。入门口啊，无入门啊，要安怎才会当入门呢？入门，咱这个条件袂用呢，要用经典顶面的条件，那是佛讲的，真正那五种见血断落。你才会证到祖师为菩萨啊！哎呦，什么款的来证明你是真灯呢？真灯了后啊，清净心现前。咱啊，经常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嘟嘟啊现前，那像是透早日头还没出来，日头已经看到了，曙光看到了，是在这境界里面，咱的本领，本领就是这六种神通，两种出现了。天眼出现咯，天眼出现咯，啊，天眼出现呢，就是啊，讲你会当突破空间维持，啊！你会当看到绿岛内面的状况咯，因为拄啊得着啊，能力也无大，小心通啊！这两种肯定出现，如果无这两种，你啊绝对是无。正道啊，初信为咯。到二信三信啊，你就搁加两种的神通，他心通、相命通，啊，四信五信。这个能力慢慢啊向上扩大了，到六信位的时阵，神足通出现了；到七信位，老金通出现了。啊，就是讲见思烦恼断尽咯，甲即地讲的啊，福断尘沙。见思烦恼尽咯，福断尘沙。即是以上的菩萨啊，伊也来六道来教化众生啊。这是来六道里面教化众生的小菩萨啊。有时阵，家己的力量服不掉啊，服断啊，服不掉的时阵啊，也过会退转啊，也会对落。但是免惊，有大菩萨给你照顾。伊伫咧拄到魔障的时阵，大菩萨来救伊啊，伊会接受啊，伊真容易回头啊。金刚经上。佛交代的这些大菩萨，常常爱护念小菩萨，小菩萨拢嘛是讲十信位的，十足以上是大菩萨摩诃萨咯，摩诃萨是讲初足以上啊，别教啊是初地以上，原教是初足以上的。
凡往生者不在堆呀、啊，凡地咯，就证着为不退咯。极乐国土为佛行，果不堆有修行是行不退。西方叫做世界，真正亲像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里讲的，唯有一心法，无二亦无三。西方叫做世界无三性啊，无二性啊，二性是大性、小性，三性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西方叫做世界无啊，只有一心法，一心法一佛行啊。也都是华严经常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但迄个四十一位，咱卖去插伊啊，只提出法身大师的一心法。迄、那个四十一位是非有啊，非无啊，袂当讲伊真有，也袂当讲伊真无啊。咱啊，伫这经教的顶面讲真侪拜咯，那是啊，无始无明的习气，无始无明真正断咯，伊真正不起心不动念，可是啊。这个习气也是不容易断啊，这是啊，行不退啊。既生当机，就当生上三土，完修完净，有处土中，必破无明，显佛性，你正念不退。这是讲你伫西方叫做世界修行的状况啊，大概是这款的啊。这是方世界所无的啊，所以伫叫做世界啊来修行成佛啊较紧。所有的障碍啊，拢未存在啊。有念不退中，超尽四十亿的因为，已经成佛。这个四十亿的因为啊，都、就是。也会发生大事，无始无明，失去无长进啊！所以才会有这款讲法。可是呢，你伫西方叫做世界，你绝对看不出来。这是啊，初住菩萨，那是顶格菩萨，你看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智慧、心通、道力拢平等啊！你哪看会出来呢？只有佛才看会出来啊！如要盖文，我也十恶。这是阿弥陀佛的罪业，我也是无噶，是念心就带业往生。咱对于在做罪业的人，敢轻视无？唔敢。伊伫临命终时拄到善友，劝伊啊念往生，伊那是。一下就降五六，一念回头，万恶修仙，迄十声符号就是修仙啦。真正会往生，
四十八万内面，阿弥陀佛讲啊，唯独啊，是的，我也是恶，为什么呢？阿姨唔相信啊，唔相信都无办法咯。我也希望那是讲会当啊，古作啊，性观行同款的成就。所以啊，伊后面讲，这个讲得真清楚啊。你袂当相信呢，就无办法咯。你袂当回头啊。我也是恶啊！黎明中的时阵，会当相信就会回头啊，会回头就会当往生啦。你看这个也不得了咯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大家往生啊，故哈哈片家，大家三不提啊，这句话重要啊。凡是行动基础，下下品往生，也得到三不提。所以，伊是阿维瓦地菩萨，有了处这东西啊，要盖顶面讲的，弘忍清净弥陀愿力，这句也会记得哦。深信啊，一点啊都无怀疑阿弥陀的愿力，信佛力，弘忍深信，名号功德。啊，咱念佛，大家拢念佛，念佛的功夫是无同款。念佛的效果也无同款，功德无同款，什么原因呢？完全是啊，看你的信力。你有一分的信心，你念佛的功德就是一分；你有十分的信境啊，你念佛的功德就一定十分呢？因哪会同款呢？不同款啊！啊，咱都有名号功德，这深信对倒位生呢？你那是明白这道理，你就知影研习经教的重要啊！都有经教啊，如透铁。你的心愿深多啊，就如会加深。都有经教那无透铁啦，无了解啊。迄、那个信心就真薄啦。你会当讲啊，伫阿赖耶内面种啊一个善根的尔，未起作用。别人甲伊讲这个法门好，迄、那个法门好，伊就动摇了。哎，就改信别个法门了，改学别个经教了。这就是佛法祖师上讲的，祖师因讲叫落水道心啊。啊，你头一个出来一个拍，落水就无了。这就是啊，念佛的人多啊，往生的人少啊。为什么心愿无坚啊？无够深啊？都立立即地啊！因此，对于经教的学习，就比什么都较重要啊！特别是伫现在啊，
往后这个时代，伫过去，咱唔免讲真远，过去六十年前一甲子，咱啊顶一代的人。传统文化的基础也相当的深，啊，那代人无有假啊，敬教专门教伊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遐个人老实啦，遐话啊，认真做。真会往生啊！一生毋捌听过经，迄个时阵听经机会无容易，无遮方便。一句好好念成功，伊苦逼条件，就甲老素魂技师讲的是共款。伊无长处，伊啊老老实实甲别人讲。伊个长处就是六字，老实、听话、真正做。不过伊也是听经啊，深深培养伊个善根福德，因为伊是。啊！伊是现代人，伫着高科技的方便，伊也摕着无量寿经的功德啊，应该啊，是我早期伫新加坡讲的。我伫新加坡讲的无量寿经的功德。真紧的，伫中国的国内就流通了，伊也摕到了，迄个功德六十篇啊！哇，迄个时阵伫新加坡住一个月，一天讲两小时，六十小时，无量寿经讲完满，我用的注解。是李炳南老技师的遗嘱，我用去本啦。迄个时阵还佮黄老技师啊，还袂接触过啊。一篇功德是一小时啊，那你录呀？是六上大陆的，以后转做宫殿。伊也跟我讲，伊每天听一篇，都是呀、啊，一小时呀、啊。一篇咧，伊听十摆。我一句讲，伊一天听十遍，都、就是一篇听十遍。到第二天再过换一篇，六十天把这部经听完完，完完了后对头去听，伊也做到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啊，所以啊，伊对这经真熟啊。信愿就是安尼奠定落来。伊一丝好怀疑都拢无啊！老实人啊，真听话啊，真做啊，伊成功咯。阿个听伊讲啊，拢背后伊个口才真好。啊，咱中国古人啊，
上讲熟龄生卡，熟透咯，啊就变做家己个咯。所以伊迄个钢筋教学也是对于啊这个传统老办法的当中成就的，就是好少做啊。无别项技巧，你看一部经对头到尾听十遍，伊呀足卡妙呀！伊个十遍唔是对头到尾一遍一遍听十遍，伊是一篇听十遍。同款六十讲啊，十遍完完。这力量真大，一讲一篇啊，重复十遍，比一讲听十篇啊，这个十篇呢，那讲啊就听一遍啦，比迄个效果较好。大家拢会当去实验，试看卖。你就明了，古圣先贤教学方法妙啊，方法看起来真含慢啦，真会当收到效果啊。袂好你去啊妄念，识透了，那就是家己的。到家己有五处了，才会发挥啊。你着三宝的威神加持，你会发挥啊。发挥完了后是甚物款呢？家己啊，也唔知影在讲甚物，那就丢了。家己若有成见伫内面，你会想起来，我是咧讲什么？啊，分裂加持你的时阵，你想袂起来咯。讲完了后，你头壳内底啊，也是空空诶。问你拄则讲什么？唔知影。这种经验，凡是上台讲经法师，拢总拢有。对韩老法师是一心恭敬的法师啊，伊讲完结经，有几个老居士，还是民国初年，拢是也非常有名的大德啊。听伊讲经，就记了。做完了后，每摆讲经完毕，阿弥龙居士该做的记录，上回看，伊看了后就问讲居士啊，啊，搿只敢是我讲的呢？伊讲是啊，我哪会讲啊遮好啊？你都唔知呀？讲大定啊，三不加持啊。唔是家己想讲咩？哎、欸，我是要安怎安怎讲啊？唔是啊，无准备啊。到时阵家己就出来咯，有你加持啊。凡是常常伫讲台顶讲经的，拢会有这种的经验。所以讲经的前。哎呀，请加，请求三宝加持啊！讲经了后，就爱知影感恩。修什么咧？修谦卑啊，修礼敬。
刷来看，姓其名，红莲亲信，我林心性，本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咱家己的心性，伫刚才定这一念真行，那佛菩萨就通了。迄、那个信息呢，是不敌不刚，啊，就团结来了。这里佛法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幻理如是啊，话本来就是安尼啊。这是你有感，你讲我无求啊，这叫做敏感嘛。你家己根本都唔知啊。啊！你迄点啊，真诚，迄一点啊，无私的奉献，啊，迄点啊的愿望，愿意切众生破灭开悟，你家己也未感觉到，佛菩萨已经收到你这个信息了，哎，就明显的加持你啊！心性啊，是不可思议。诸佛菩萨讲这个心性啊，有极乐啊，不退之因缘无我啊，这拢是要盖来面讲的，阿弥陀佛讲的。第一个，弥陀大悲愿力力持啊，故不退啊。阿弥陀佛的慈悲，愿力啊，摄受一切众生，平等的摄受，和平的摄受，永恒无间断的摄受，那为什么无感觉到呢？咱确实被摄受了，但是无感触，为什么？烦恼习气太重，障碍着啊！如果烦恼习气较薄一点啊，你就会感受着啊。这是第一个不提啊。第二啊，佛光相照，菩提心精进，果不提。这是啊，佛力在加持你啊！啊，到叫世界，那就太平显咯。佛光助教啊，一定给你的这个德行功德啊！向上提升，第三，水鸟树林色叶妙法真机正念果不提，这点诸位拢知影。佛的经上讲啊真清楚，极乐世界在水啊、鸟啊。树木花草，拢总在说法。那是阿弥陀佛，心通变化之所作啊！阿弥陀佛变作一朵花，阿弥陀佛变作一只鸟啊，阿弥陀佛变一张树啊。拢伫咧甲你说法啦，所以你袂退转啦。第四咧，尊诸菩萨以为圣友，我无魔邪，来无烦恼，果不退。啊，这是叫做世界无比殊胜啊！
啊，诸菩萨是什么呢？是十一位发心大师啊。你还知影？就是讲生到凡心动机土，下下品往生。你还会记得经常一句话，该做阿维瓦帝菩萨。阿维瓦帝菩萨的对汉是原教初祖，别教初地，拢是发心大师，也都是讲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发心。到极乐世界，无明有破无？无破啊！发心也无正着，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啊！你伫西方极乐世界享受受用，甲发心菩萨啊，完全平等啊，智慧平等，神通平等，道力平等，无一项未平等。这是啊，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！换一句话讲，生到那边去啊，就亲像啊，西方诸佛世界十宝庄严土同款，无差别啦。你爱记得，东极土跟十宝土是无差别。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无的啊，只有西方世界特别。一切诸佛如来神通道力拢甲阿弥陀佛平等，阿弥陀佛现这个净土，为什么其他诸佛如来就未现呢？诸佛如来不是凡夫啊，凡夫好性，你会用的我嘛会用的啊，你现极乐我嘛会当现极乐啊，我未比你差，哎，好性，诸佛菩萨无这款的习气呀。哦，阿弥陀佛现了，会用的，大家拢来去遐去。你看这心量偌大，阿弥陀佛所现的，都是一切诸佛所现，你内底无分别啦。啊，既然那边有了，希望诸佛接引众生成佛，教化一阵啊，拢总来去，拢来去那边啊。无家己啊，是法界都是一法界，诸佛刹土都是一刹土。哪有亲像咱这地这款的分别执着呢？所以一个落到分别执着立刻啊，就对落了。一个未当唔知影，你看龙马是发心大师啊，无魔王外道，无魔侠外面内面啊。无烦恼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所以未退转啊。第五寿命应劫，甲佛坐定果不退啊，无量寿啊，真正无量寿啊。啊，咱搁看尾后一段，开夫性德难思啊。何温难报啊！你得悲心至极，性地无伦啊！总理啊，流现出凡夫以性之动机净土。行人不须断邪消业，只要心愿持名。下至十念皆得往生，行出三界，应离诸苦，为定不退，一生不悔。
小情离间不可思议。这是啊，中初啊，最后的总结。那句话啊，真是不虚啊，确实啊，这地讲的圣德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大德。大恩大惠啊，无法想象。弥陀的恩，诸佛的恩，诸佛介绍啊，诸佛推崇啊，弥陀的恩，予咱感受到一切诸佛的恩德，释放一切诸佛，无迄个未赞叹阿弥陀佛的，无迄个未推崇阿弥陀佛，无迄个未介绍阿弥陀佛，予咱才真正对阿弥陀佛有认识，知影讲有即尊佛。知影讲有这个法门，太难得咯。所以弥陀的悲心至极啊，到达极处。弥陀的智慧无与伦比啊，无人比会到呀。啊，对伊的恩德。一滴流现啊，流露出现，凡夫一生的动机净土，咱才会当一生圆满成就啊！今仔日时间到了。尾后的啊，这段文啊，咱明仔载再过来学习。